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科日前接到民众报案，表示有民众突然昏倒，失去生命征象，随着派生救护人车前往救援，好佳哉这名男子在送医之前恢复心跳，成功救回一命。嘉义市第一分队救灵车到场之后，一名大约五十外岁工人倒伫涂骹，灵车呈现乌卡状况。救人员是伫前往查看，并将这名工人的同事持续使用 CPR 抢救。救人员在进行相关处置之后，大约两分钟的时间，这名工人在送医前恢复心跳以及生命迹象。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呼吁民众，如果拄到病患向上昏倒，灵车无任何生命迹象时，民众会使使用 CPR 替患者急救。若是无马上进行 CPR 抢救，病患的存活率每分钟将会下降7%到10%。如果对 CPR 有兴趣的民众，也可以向附近消防局询问，增加自身急救技能。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。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